现在我们已经在 KL 了，其实我们已经提早一天来 KL， 只是昨天我没有拍照，然后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行程，我们就自由行走，我们去找好吃的，很少吃到的食物。我们要去找 Dennis 哥哥。Dennis 哥哥，Dennis 哥哥，我要放他照片。哦、oh, ，Dennis 照片。Sorry， 我让位给他。Driver 是 Dennis 哥哥。Hi， 我是这里 rating 最高的 driver， 4.5星。Grab driver 是。0.5啊，是我自己扣掉的，因为我不要太高调。哦，是这样啊。然后还讲自己的定制高调。去到 KL 哪里都晒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晒晒。是。压抑压抑。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那里压。懂哎。又压又晒，什么字？啊。遇到个地方，78%肉，38%肥。已经压完了，看那个，然后看里面的饭了，一点点。Oh my god！ 我饿了，爽歪歪，爽歪歪，香啊！现在已经在那个场地的外面了。哦，刚刚 Dennis 好像有知道说方正有来，所以等一下就会偷偷内线。内线哦，那个内线。你不会跟我讲是豆沙包的那种内线吧？天气这样晒，我们两个还穿了长袖。对。哎，很厉害耶！你直接知道会很热的。当然，这个是 all day wear， 不会冷不会热的。中等。这个人直接买啊，果断买耶！直接买，是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也是你的风格。我很喜欢 orange 色。好。好。你吹，你中的话，我们给。老板，太棒了！Here. Miss. 谢谢你，阿妈。然后Jenna是那个阿妈，你今晚今夜都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糖糖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我要拜呀，拜拜。喂，这个是我们今天。接下来住的地方真的很大间呢，这里的话就是厨房。
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书桌这样子的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厕所，就是一有两间厕所，然后这个厕所是连着旁边这个房间的，厕所也是很干净，很大间一些。然后这个是第一个，吓到我，所以 Welcome to my room。最赞的，来这里，这个最赞的，嗯，对，哎，反应呢？哇 ，Oh my God, look at the KL Tower, man！ 对，那之前一开始要住这里的时候，也是讲哦，还要可以看到那种 KL Tower， KL Tower 或者是双峰塔。哇，你看这里，哇，拍你，至少给我养眼一下，因为平时我们自己个人没有办法养眼，所以，这样看，好。好，下一节谢谢你。这里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厕所，然后这边也是可以看到 KL Tower。Oh my god， 真的很漂亮。这里真的，这个 Airbnb 南北啊，我可以把资料放在这边，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联络这个网站，或是联络这个人。而且这间也是有 Netflix 的呢，我们今晚可以看 anime 了。Yes。啊 ，Login。Block。哇，我们住这么多 Airbnb 啊，每个都是 Janus 啊，在那边按那个 Netflix 按到很辛苦，这样子上下上下上下左右。可是这间呢，我靠！我们现在要 try 从我们的住宿去到 KLCC 那边，然后我们的新朋友，你们应该没有看过的小鹿，他是小鹿，他也是很熟，是不是？是。对，我们现在 try 走看看，跟着那个 Google Map 的话哦，他是讲说。从我们的酒店去到那个 KLCC 是九分钟吧，那所以如果明年 CF 你们有要来住的话，是可以住这间咯，真的很方便，楼下全部东西都有，有 7E 啊，然后走一段路小段啊，三分钟这样就有美丽，就有很多东西吃，所以吃东西就不用烦咯。嗯，大哥，现在我们到了。就随便走走，然后吃晚餐，然后等一下顺便去看一看会场的。我走很远呢，蛮远的，没有啦，很远，没有啦。你们等一下可以下坐他的那个直升机。你看他们两个其实在后面，哎，我在那骂。我们现在在吃 K-Fry， 就是一个炸鸡店韩国的。哇，天哪，天哪！不贵呢，真不贵哦。这个有酒精吗？这个有有有有有。其实但是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看它蓝色颜色。OK， 老板，来，甜甜的味道，完全没有酒味。啊 ，Professional food reviewer， Mr. N。OK OK。MD Golden MD， 有没有很 sweet？ 就是 lemon 味道的颜色水，是没有药水味啊，很 refreshing 的那种 lemon juice。哇，这你暴露你名字，炸薯块。有点像 hash brown 哎，这是啊，当成小丽的 hash brown， 它是小小丽的 hash brown 来的。哎，这个好吃。哎，你，好吃的，爽哎，会，爽啊！哇，这个 hash brown 有一点，我的评价就是叫短盘。哇哦！真的是哇，可以吃嘞，好香哎！
它的柠檬味不是那个甜甜的，它不是那种酱料的柠檬啊，它是真的是那种柠檬的味道，真正的富里溜就对了。富里溜，好吃没？鸡有鸡味，柠檬有柠檬味啊。好吃没有？下次还会再来。耶、yeah.。我留最后一个，然后叫我吃完这些臭男生。很瘦啊！哦，这样子讲我啊，反正真的好吃嘞，就是你看，就是吃到干干净净。好像海底捞。生日快乐！是。哎，你去跟那个那边生日快乐！又来第二盘。到底是有多爱这个东西呀、啊？这盘哦，可是真的很值得。这个这样子这样带一个才13.9，只是快将两百，真的很值得。哎，各位，你们看，你们认识这个吗？哎，蜡笔小新。啊，蜡笔小新的什么？巧克力饼。啊，巧克力饼干 ，OK。哎，各位，要吃饼干吗？走一下。没有了。谢谢姐姐。哦。吃到来差不多多少嘞 ？156 yes, 一个人38呢，不错。小鹿讲他长这么大第一次来 KL， 嘻嘻。哎，很刷酷嘞。我们已经回来那个酒店了，可是刚刚我去厕所，因为我肚子痛，然后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他们这么笑，这么大声，你懂吗？原来这条水它冲凉的时候没有关那个玻璃门，然后那个水全部就流出来，变成一个水密波。加上那里就有那个狗，是这个设计有一点。那边就没有狗，要关门哦。它留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很大片哦，有这么大片。我刚才去吃一轮炸鸡哦，把刚才吃的全部用完了。